下来呢，要轮到我们羽胖队要先派选手了。我们接下来派出的是简英慧。简英慧今天选的是，范玮琪的《没那么爱他》。好，那要对上简英慧的话，请问这边的队长要用哪一张牌？我们的强棒陈伟霆。哦。用陈伟霆来对简英慧啊？我们就是尽量尽力而为。好，伟霆，你要唱的是那英的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。哎呦，那英对上范范的歌啦，你会不会怕陈伟霆？不会。不管怎么样，总是要面对啦，好不好？简英慧带来这首《没那么爱他》。刚刚左安队派出的陈伟霆，初选时唱功一度十分亮眼，将与余文仁派出简英慧，能否再次将比数拉开，维持领先呢？没有权利情绪化，你不一定要坚强，但有些事情不能伪装，别为自己设了框。我懂失去的悲伤，也懂进退的挣扎，但想起过去都是失望，又何必要放不下？是习惯还是爱？不放心还是不甘心？只有你自己知道解答。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，真的不需要那么伤他，编织过我的梦想自己也可以抵达，谁说一定要有他？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，没有神仙到不可自拔，认清了真心话你就深呼吸，抬头望，发现天空很宽广，这世界那么大，幸福总会在某个地方。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，真的不需要那么想他，拥有过的计划留给值得的对象，你知道不会是他。其实你没有那么爱他，没有神仙到不可自拔，认清了真心话你就放得下，认清了真心话你就放得下。接下来是陈伟霆带来的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。